中国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俄罗斯北加尔国立大学的学生。我们在北加尔国立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。中国有句古话说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，民相亲在于心相通。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深深地吸引着我们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强不息、友善助人的国度。在中华人民共同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，我们代表俄罗斯广大青年人发声，我们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，同呼吸共命运。看见以前的山林属于永远无数奉献者，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一线的中国，抗击疫情的胜利属于千千万万古代局隔离在家的百姓，属于全民抗疫的中国。请相信，隔离病毒不是隔离爱。武汉加油！